存活在里面，而无鱼应该是我最喜欢干的才艺课程。是的，叶老师会游戏，还有课是音乐器消息的方式，对于我们都是音乐。以前我们会以游戏唱友的方式展开平时的，请大家掌声鼓励，欢迎和小朋友们一起参与游戏小朋友的冒险。森林里最厉害的狮子王，我要举办一个大成功合唱团，请所有小动物的来参加比赛。参加这个大声公合唱团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参加，因为小老鼠天哦，声音很小，力气很小，肚子很小，个子更小。小老鼠跑完不跑完后，一定要站起来，慢慢的走，在森林里面走来走去，非常伤心的难过。他一直在想办法，到底怎么样他才可以参加合唱团？突然想到一个魔法，可以帮忙他耶。所以他背着他的小琴弹，不怕困难的，赶快去找魔法师来帮忙他，开始他的冒险。乡村和城市，从白天到黑。
一爬越高，一爬越高，一爬越高，一爬。